大阪梅田蓝天大厦空中庭院一定不要错过的游玩指南，来大阪的游客一定会来蓝天大厦鸟瞰大阪，先来这个电梯超级出片，来到40层买入场券，购买大阪周游券就可以免费入内哦，然后就可以到顶楼去空中庭院啦，在这里可以围着窗户坐着慢慢地欣赏大阪城市风光，当然这层还可以点一些甜品，好享受一下下午茶时光，缓解一下官方的疲惫，顺便等待夕阳。马上就夏天啦，在顶层品尝冷饮简直太爽了吧！等到夕阳时分，就可以来到室外的广场上，风好大，要注意行线。在这里可以慢慢欣赏夕阳落下，还可以和爱人锁上爱心锁。下这个网红电梯时，打开超广角，特别出片哦。